那中郎将，民女先告退了。 官场不战场，现在的朝廷更似鬼门关，令君甘愿为你冒奇险，与你共闯这道鬼门关。是啊，草民也实在不知，为何荀令君对草民如此厚爱。有两种可能：一，你有令君的把柄；二，你就是值得冒险的人。 中郎将言重了，草民怎可能有荀令君的把柄？司马懿，请不用这么小心谨慎。你既然了解我，有些话，我不妨对你讲。我5岁学剑，6岁学射，白日习武，夜晚读书，多年以来日夜不辍。为的是什么？不是一人之德，是一家之天下。我要的是上承父志，下安万民。 匡扶四海，还天下以太平。这些事，子建做不到。中郎将志向高远，让人万分敬仰。只是草民不懂官场之事，这件事恐怕是帮不了中郎将。 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是不是只有把男主叫来，你才会说实话？草民惶恐，草民实在不解中郎将之意。司马懿，你抬起头了。你现在一味推诿是什么意思？你当初让国姑娘来找我，为什么要叫她那番话？你许我惊天凌云，让我振翅高飞，现在不甘正视，莫非你是在利用我？ 乱之中弃之，司马仲达，你不厚道。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。他们到底在聊什么呀？聊这么长时间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姐姐，我刚刚去看，中郎将并没有为难姐夫，而且聊得还挺好的。 我们再等等吧。那也不能聊这么长时间，你姐夫伤还没好呢。哎，水开了，水开了。哎呦！父亲，可以为杨修开啊。荀令君可以为你冒险，你的才智学识处处可以和杨修匹敌。我想，令君就是因为这个才看上你。草民一介布衣，愚钝笔漏。 实是毫无学之才识。我看过你的书，《孙子兵法十变》，我也见过你两次与杨修辩驳的神情。你藏得再深，我也知道你刘烨些。遇到对手了，你也很兴奋吧？你有知人之谋，有知君之才。荀彧看上你，一方面是爱惜你，另外一方面是他深知不帮你，就会与你为敌。 可他完全不知道有你这样的敌人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我说的对吗？中郎将言重了，草民实是救父心切，逼不得已，怎敢与荀令君为敌？别跟我绕圈子了，更别让荀彧白白救你。草民自知愚钝，只求耕读为业，舒适布衣亦可安身。世事从未有过野心，中郎将的话让草民惶恐至极，惶恐至极。
要是我父亲，他绝对不会对你这么客气，更不会让你在这儿顾左右而言他。我言尽于此。草民送中郎将，跪住！罪臣拜见司空。我已经放了司马芳，你可知道？臣知道，臣陷害司马芳，罪该万死。你都认罪了，那我该如何发落你啊？司空可否给臣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？司空即将出升袁绍，臣乃袁绍外甥，可为司空尽一份绵薄之力。你也知道你是袁绍的外甥，那我怎知你不会暗通袁绍，诈降于我呢？以司空之英明，定可知；以臣之明敏，怎可投效必败之袁绍？真会说话。不瞒你说啊，你的手段、才智和野心，我十分赏识。要真杀了你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罢了，给你这次机会。来人，在。松绑。臣此生定当结绝哀，以报司空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哎呦，小点声。要让袁绍相信你在危难之中投奔于他，你的罪名不得不罚。下去，到满府君那儿领杖50，主簿的职位，等我打败了袁绍之后再还给你，你可愿意？司空，就算您不打我，我也会请求司空对臣用苦肉计。拜见父亲。父亲为何放了杨修？是啊，让他随为父出征河北。儿臣不明白，杨修此人阴险狡诈，利用父亲以报私怨，父亲为何容他？好，那我便教教你。第一，乱世用人，论才不论德。杨修才华确实当世少有，可用。第二，杨修是杨彪唯一的儿子，儿子在我身边，我不在许都，那杨彪就会安分很多。而那些心怀异志的大臣，还敢再找杨彪吗？第三，他是袁绍的外甥，此刻又是戴罪之身。若他与袁绍暗通消息，那袁绍信与不信？儿臣明白了，父亲启用杨修，是为了控制住杨彪，这样更能够离间那些一心反对我们曹家、向汉的大臣们。到了我的位置，用人做事，若只见一人一事，那就是管中窥豹，一叶障目。就好比当年我用荀令君，不只是因为荀令君的谋略，而是因为他背后有整个颍川氏族的背景。这些大氏族互相联姻，互相通好，荣辱与共，共同进退。得荀彧一人入幕府，便会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才。到今天，我才能对抗四世三公的袁绍。如今我目下谋臣如云，还缺一两个玩弄心机的少年吗？不缺，
但杨修的背后是他爹，是整个朝堂上心向韩氏的大臣。父亲，英明神武，捏住了一颗棋子，就控制住了整盘棋。棋子嘛，自然是要捏在手中的。且看是他用了我，还是我用了他。父亲，如若启用了杨修，再启用了司马懿，岂不是更好？一方面可以笼络司马家，另一方面可以让司马房与一众反对我们曹家的大臣离心离德。这样，没有了杨彪，没有了司马房，他们是无法兴风作浪的。你早就见猎心喜了吧？只怕你想控制的不是司马家，而是杨修吧。父亲，一味对杨修这样的人加恩，只会让他更加贪婪。如果给杨修找一个对手，让他们动，让他们怕，让他们对父亲的些许恩典都会感恩戴德。司马懿，少有奇杰，聪明多大略，博学洽文，服膺儒教，德行端正，今封为司空主簿。此令，请司马二公子遵诏书之期，于明日到司空幕府报到。年轻人没有见识，受宠若惊，明日一定去，一定去。司马家八达的名望，下官早有耳闻。恭喜贤坤仲，恭喜二公子，他日同府为官，还望多多提携。不敢不敢，告辞，告辞。仲达，送长史。这可是乌合是好啊！哎，父亲大人，曹公能赦免你，而启用二弟，如此宽宏大量，父亲为何惆怅？哎，我原本还担心曹公会猜疑父亲，如今看来，曹公之心胸，真当世少有，能征辟二弟。那是对你的信任，对咱司马家的信任。你懂曹公，你在幕府供职三年，你跟曹公说过几句话呀？父亲的意思是，不愿让二弟出事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不同意有用吗？我敢不同意吗？
找你半天了，要出去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到底想好没有？去还是不去？做司空主簿，好事儿。做曹孟德的司空主簿，那就是坏事。曹操征辟我做司空主簿，到底好事坏事？你呀、啊，你去侯吉那屋拿两坛好酒来，干嘛？去送礼。哦，哎，等我啊。事情不能面对，非要压伤自己的腿，你这是懦夫行径。夫人，我事出无奈才行此下策，如若不然，不仅辜负了曾经的寒窗苦读，还可能成为别人的手中刀，连累父兄忍这一辈子，不光活个生死，总得活个对错。非要这样不可吗？司空太聪明，我如果不破釜沉舟，是瞒不过他的。我看他现在也未必会信你。前有杀人之恶，后有杀身之祸，这两条路我们都不能走。现在好了，腿折了，不用走了。司空也万万不会在众人面前为难我。但愿如此吧。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一定要先与我商量，不能自作主张，听见没？夫人安心。只是孩子还小，不知道我以后还能不能站起来，可能要有劳夫人。三爷，哎，你不能硬闯啊！司马懿，你够狠啊，就用这个来报答我。哎，中郎将，即使你是中郎将，我们夫妻的房门也不是你说闯就来闯的吧？夫人，暂且回避，我与中郎将有要紧的话要说。
中郎将，恕草民不能下床施礼。你以为这样能骗过我父亲？中郎将一定是误会了。草民知道司空和中郎将让草民做官的消息，立即赶车去司空府致谢。这没想到马车赶得太急，马受了惊，草民从车前滚了下来，这车轮从草民的双腿上压过去，大夫说恐怕是站不起来了，实在是辜负了中郎将一片好心。公子怎么可能骗中郎将呢？司马懿，你骨头可真硬啊，你宁残都不为我曹家效力。中郎将，中郎将一定是误会草民了。侯吉，解开给中郎将看。不，使不得呀，快解开。是。那司马懿被马车压断了双腿，已经废了。废了？真的假的？真又如何？假又如何？成大事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只是这个司马懿，倒是总能出人意料之外。这个人，他是不是明白我征辟他的深意？臣有一计。让他明不明白，都不敢不来。钟达，大哥，大哥有事啊？朝中疯传你暗通袁绍，大哥说仔细些。袁绍兵围官渡，正在招兵买马，有人说明世崔琰对你颇有好感，欲请你去河北。还有人说你此次不肯应征，就是要投靠袁绍。爹好容易才逃出大难，你这不是要把他害死吗？什么时候了还笑？大哥，这袁绍比曹操如何？我压折了自己的双腿，都不去帮曹操，我何苦要去帮袁绍啊？我也知道这是无稽之谈，可是人言可畏啊。大哥不要中了别人的计，这是曹司空在逼我自证清白。司空不计前嫌征辟你，你把自己弄成这样，你为家人想一想。仲达正是为这个家着想。司空府争斗，厮杀层出不穷，他要是去了，才是陷家门于危难。弟妹，官场的事你不懂，乱世之中只能屈从，否则就是自寻死路。他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让我们不能过安生日子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曾经为了全家人的性命迫不得已屈从于董卓。你这是在讥讽我？小弟不敢。那年董卓杀仲卿，烧洛阳，若不是大哥跟董卓的长子长得相似，讨得董卓欢心，给咱们全家留了一条活路，现在咱们一家人骨埋何处也未可知。仲达，别说了。可如今董太师换成了曹司空，咱们家又重蹈覆辙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大哥，那个时候我还小，帮不了大哥，现在想想都觉得惭愧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大哥放心，
我绝不再让爹爹陷入危难，也一定保全家人平安。重华，抬我去司空府。请司空恕罪，舍弟蒙司空征辟，诬陷惶恐欢心，虽坠车致残，但不敢不亲自谢罪，现已抬至门外，听候发落。于我府前池壤高卧，不正是古歌里所唱的“地利于我何有哉”吗？司空误会了，舍弟真的残疾了。杨主簿，带我出去。慰问一下司马公子。雕虫小技。就想用这招去欺瞒司空。主簿啊，何来欺瞒儿子？难道杨主簿还忌惮一个废人？我忌惮你？其实我觉得你无需赔偿这两条腿，因为我也不会让你进司空府。现在倒好了，你弄巧成拙了，这司空也让你给得罪了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差人。是杨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夫人，难道你的夫君没有告诉你做戏要做全套吗？夫人，这是主簿分内之事，不要责怪于他。拆开。是。别碰我夫君，要拆也得我来拆。杨主簿，这腿确实断了。是断了，不是废了。也不这样，咱查查，看看是不是确实不能动了。你正好正好，在下这双腿已毫无知觉，主簿查清楚了，在下也踏实了。就是就是就是，来。慢，哎，父亲在这儿。
这腿真的废了。 平生最恨与愚蠢之人为友，更恨愚蠢之人为敌。可现在，你有资格做我的敌人了。在下不想与任何人为敌，何况现在。 启禀司空，慰问已毕。启禀司空，司马懿的腿针砭无效，恐怕真的废了。此人或者书生意气不慕功名，或者什么？或者他猜透了这征璧诏书的用意。好啊，又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祢衡。 祢衡锋芒毕露，不知检点，自寻此路为天下效狂生耳，岂可与此人相比？司马懿有才，但臣自问尚能治得住他。司空，不妨出才，以待来日。杀了他，天下倒要笑我。 杀一个废人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忍到几时。司马朗，在。带你二弟回家养病。多谢司空，好好养。岁月如云，肥我思存，这大好的天下。 躺着看。建安5年，袁绍出兵攻打曹操，曹操举兵亲征。 两人在黄河岸边的官渡，展开了关于中原霸主的最后争夺，史称“官渡之战”。国军师随我出征，留守许都之事，就交由巡令军了。请司空放心，大战在即，非一日可成。请司空务必稳扎稳打，待袁绍军心浮动之时，则此战可成。战事下官一定会尽心竭力。 令君也请放心，我倒不甚担心战事。近几日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：我的几个儿子年纪渐长，二位处子中谁可当大事？此乃司空的家事吧？是家事，却也是国事。二位若有机会。 可以写下来。恭敬不如聪明。
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二位先去城门准备吧。是。臣拜见司空。校史府呈上司马府图卷。我出征后，校史府暂由你梳理。是。司马懿若装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只要再让我勤加练习，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自己推自己了。你看着啊，不要扶我。公子，你先尝尝我做的好吃的。先掉头啊。又是五味婆啊？你尝尝吧，这回的五味婆跟以前不一样。好吃。今天早上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腌的腊肉条了，我捞出来一看，我吃的是豆腐，有果香味儿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这舌头真是五味舌呀。这个果香味儿啊，主要来自于汤汁儿，先把骨头砸碎了炼汁儿，然后呢放上豆豉，大火一个时辰，去掉浮沫以后下盐，再把这个葱白捣碎了以后加入花椒、大料还有陈皮。这道菜我要做不好，实在对不住你跟那头猪。哦，没有你光有猪。掉头。哎，好好，下厨教我去做。别，我担心你要是再学会这道菜，以后就很容易困于床头跟灶头了。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，困在那儿怎么了？我跟去厨房学学做菜，帮助夫人照顾孩子，虽然没什么出息，但快乐自在。给你再换个大夫吧，上一回你吃了药以后腿脚不灵便，精神也不好，吃错药了。你才吃错药了。二哥，袁绍大军兵围官渡，曹公要亲自出征了。地图推我过去。拜拜。生姜和青梅。袁绍倾巢而出，操之过急。要不给夫人说一声，再请个大夫啊。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曹娥碑。黄卷，右父，外孙。
西旧。蔡邕提这几个字何意啊？诸公解否？臣已解。此碑、哎，你先别说，你让我再想